修华严奥旨望尽梵云观，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请大家翻开《修华严奥旨望尽梵云观》第十五页第二行，十五页第二行啊，从五。 这段看起，吾自下是用归体入五子门，五子门则位一前能行四德之行，当向极空，向尽心诚而修持也。上一堂课啊，我们这一段呢、啊，还没讲完。 那么这一段呢、啊，就是讲修五指啊，修五指门了。这个色用归体啊，用啊是指我们日常生活啊，起心动念啊是用啊，也就是说它的作用啊，原理是用啊，身体。 造作啊，心里的思想啊，生与意三列啊，都是用啊，我们时时刻刻啊在用。那么，生与意三列觉悟的人，阿罗汉以上的圣人呐、啊，他能归体，回归到自性本体。 啊，归啊是回头了，回归。提就是指自信了。啊，换句话说呢，都能跟自信相应。啊，这些起用啊，深口意三列啊起的作用啊，不违背自信，啊，不违背性德。 那么这个就是活菩萨、阿罗汉啊，那世间这个大圣大贤啊，那么他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啊，都合乎性德啊，也就是自性本体。那么这些活菩萨圣贤啊，色用归体啊，他这些作用啊。 都回归到本体自性了、啊。那凡夫呢？啊，我们凡夫啊，是色用为体啊，我们也在作用啊，啊，但是啊，身口意三业啊，都违背性德啊，在佛法讲啊，叫背觉合成了啊,啊，违背啊自性的本觉啊啊，那么去攀连呐、啊、这些。 五欲六尘啊，那么这个就是凡夫啊，适用为体的，违背性的。啊。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啊，眼里照做啊，跟自信啊本体完全是违背的啊，违背自信本体是造业啊。我们一般讲凡夫。 身口意三业都在造罪业，在《地藏菩萨本念经》讲啊，啊，言菩提众生啊，举止动念，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，违背性德啊，违背本体自性，那么造作的这一切身口意，这一切的业，都叫造罪业啊，违背。 本体啊，如果归体呀、啊，回归到本体，回归到自信，那就不是造罪业了啊，那就变成功德了啊，这个罪业就变成功德了。那么我们凡夫啊，也能行善积德好我们一般讲啊，世间的善人虽然能够行善积德，但是不能归体。 他是还是没有回归到自性本体啊，这个就不叫适用归体了啊,啊，它还是有能所、有对立的。那么，在我们凡夫啊，行善积德，这叫善德啊，这个不叫功德、啊。功德是你回归自性本体，那才叫功德。 那善德呢，就是没有回归自性本体，但是啊，他修善。那么修善呐、啊，这个我们在《金刚经》看到啊，啊，这是修善呢的着相，啊，着了四相：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着了相。那么着相修善啊。 就叫善德，可以感得人天福报啊！这个就像梁武帝啊，啊，那么他着相修善啊，他福报修得很大，所以他死了之后升天、啊、了，享天福去了。 啊、那么为什么他不能脱离六道生死轮回，不能明心见性呢？因为着相啊，着相啊，修善啊。如果不着相修善、啊、那就超越了啊，超越六道了，超越十法界了啊。这差别啊，就在这个地方啊。所以这个，如果他三业造作能归体。 就是功德啊，这个归体就是不着相啊啊！功德能了生死出三界，功德能成圣成贤成佛成菩萨成阿罗汉啊！那是福德啊，这些善德啊，那能得人天福报，不能超越三界六道啊，不能超越十法界啊！这一点呢、啊，我们要明白啊，但在事项上做是一样。 的心不一样，见不一样，啊，他的知见不同，啊，所以这个心用心不一样，那果报也就不一样了。啊，入五指起六观，啊，这就是归体的样子。啊，要怎么样回归到本体？啊，这里呀、啊。 教我们的方法就是入五指，啊，起六关，啊，这个修指关呢、啊。华严宗的五指六关，天台宗是三指三关，啊，空假中。那么眼里啊，都是修指关。那么入五指起六关呢、啊，就是归体的样子吧，啊，归体的样子了。 我们把这个文对照自己的心形就非常明显。啊，拿这个、啊、来对照我们自己，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，知道错是觉悟，把错误改正过来叫修行。五止啊，就是五种一定要放下的止，就是止息了，停止啊，不要再继续了，啊，也就是放下。 当向即空，相尽心成，这八个字是总的方向。啊，五种子啊，修五种子，这八个字是总说。当向即空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相有，不是真有，叫幻有。啊，像我们看电视节目。 啊、有没有这个相啊？有，啊，但它是幻有，啊，不是真有。相进啊，相进不是没有，啊，这个进的意思啊,啊，是你透彻明白，啊，明白什么呢？啊，这些相有，但是它是幻有，知道它的事实真相，啊。 看清楚，看明白啊！啊，这个相，它的真相，真相是什么？就幻象，不是真的。啊，那我们凡夫啊，跟佛菩萨、阿罗汉不一样的，啊，跟这些大圣大贤也不一样，就是我们凡夫啊，把这些相啊，当真的。 啊，把这个假象啊，看作是真实的，啊，所以就迷在这个相上面，啊，迷了之后啊，就升起分别执着了，啊，这样啊，造成了、啊、六道十法界啊，啊，总之啊，迷在相上，啊，那么这个迷的浅深不同，啊，所以有六道十法界。 这个现象，那这个现象啊，实在讲还是虚妄的啊。所以，相见不是没有见就是你透彻明白啊。那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啊，这个就开悟了啊。眼前我们看到这些万事万物这些相，知道它的真相啊，它真相就是虚妄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 知道他是希望，你就不迷惑了，不再分别执着了。那相在眼前，我们的心怎么样呢？如如不动了啊！我们的心呐、啊，就不会跟着那个相啊在变了啊，不被这个相所转了，不迷在这个相上面啊。相是刹那在变。 啊，这个相啊，幻象千变万化。那么你的心念也跟着相刹那在变化，那就错了。啊，那个相是希望的相。啊，我们的心呐，啊，跟着那个希望的相啊，刹那刹那，它变，我们也跟着它在变。 那我们就很累了，很辛苦了，啊，在这个当中啊，起了分别执着，啊，所以你生活就活得很辛苦，啊，跟着他动，被他所转，啊，所以这些相他动，你看出他的事实真相，它是希望的，啊，还手相皆是希望。 不取一相，如如不动。那你自己心不动啊，你了解事实真相是怎么一回事情啊？这些幻象根本就不存在，根本就不可得，你也得不到它，你也不能去控制，你也不能占有，像做梦一样啊。 大般若经上最后一个总结啊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大般若经六百卷啊，分量很大了。啊，过去台中慈光图书馆许馆长送我一套，分量很大。那么般若经啊，佛讲了二十二年，总结一个结论是什么呢？ 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就这三句话啊！一切法包括我们的身跟心啊，我们这个身体是物质现象，我们的心是精神现象啊。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都是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它是万象，不是真相啊。这个叫相尽心成。 啊，知道这些相，它的事实真相是希望的，那心就沉淀下来了，沉静下来了，你的心就不动了，啊，就不取相，就如如不动了，啊，心不动，你才能看到世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。 啊，向不进，你的心就不能止啊！啊，这个心就是妄心呐、啊，不能停止下来，跟着一直动。啊，静是对现象彻底明了。啊，现前呐、啊，我们接六根接触到的外面的色身香味触法，全是幻象。啊，这幻象就像我们看电视啊、屏幕啊，这些影像啊一样的。 啊，你说这些影像有没有？有啊，有在哪里？空的啊，你你抓不到的，你也得不到啊。你可以受用、欣赏它，你不能占有，你不能控制，它一秒一秒的跳过啊，你没有办法叫它止住了。 凡夫不知道像是假的啊，在这个里面呢、啊，升起七情五欲，生烦恼。阿罗汉以上的圣人觉悟了，知道这个事实真相。那在他在这个里面呢、啊，他生智慧。那我们生烦恼。啊，其实啊，智慧跟烦恼是一桩事情。 都是我们这一个心呐，啊，我们先觉悟了，烦恼就变成智慧了，烦恼即菩提啊，心迷了，菩提就变成烦恼啊，其实是一不是二了，啊，关键在迷悟，向进就是忘进啊，我们这个讲的。 啊，这个望尽还原观，心诚就是还原了、啊，啊，回归到自信本源了、啊。然后你回过头来帮助这些迷惑颠倒的苦难众生，那帮助这些众生怎么样呢？你会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，你就得大自在。 就跟就跟观世音菩萨啦，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啦，啊，度众生得大自在。你要帮助众生解决问题，那是做啊，有没有帮众生众生呢？有啊，啊，时时刻刻在帮助。那心地有没有动呢？啊，有没有动个念头啊？我要去帮助哪一个众生呢？ 啊，哪里众生需要我去帮助啊？心里没有动过，心诚。那么从心上讲啊，无作啊，因为没有起心动念嘛，无作。那从事上讲呢，从这个相上讲有作啊，心无作啊，所以叫作而无作，无作而作，没有得失心，没有忧虑。 你做得多自在啊，这叫学佛了啊。事情做成就了，众生的福报；事情做不成了、啊，众生福报还没有成熟啊。对自己来讲啊，心里没有挂碍，没有得失啊，所以这个。 才是真正啊，学佛了啊，学佛菩萨，啊，这是圣贤呐，啊，生活上的态度了。先放下，然后再提起。啊，先修相境啊，先要修这个相境。啊，心诚之后，那要广度众生了。心诚就是你心。 定下来了啊，直就是定啊，你不再起心动念了，不起相如如不动了啊。那么这个是放下了啊，放下起心动念啊，放下起心动念呢，那要广度众生呢。啊，《金刚经》讲啊，度无量无边众生入无一念盘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。 啊，那外面呢、啊、度很多很多众生，入涅盘了，啊心里啊干干净净，心诚了、啊，啊没有着度众生的相，啊认识啊当相即空，众生你度众生当相即空啊，啊所以度而无度，无度而度啊。 你在六根六尘境界里面呐、啊，如如不动了、啊。为什么？外面现象是假象啊！你跟着这些假象起心动念，那就错了。外面音声也是假的，色声香味触法没有一样是真的。总的来说，真正止是什么？念头没有了，是真止，不再起心动念。 我们那个起心动念很微细啊，那我那么那个起心动念就是无名了、啊、这次讲到究竟处了啊，讲到究竟处啊，真正止就是止什么呢？止息起心动念啊，不再起心动念了，那就叫止了。 啊，就是我们最初一念不绝那一念啊，那这个就很细了啊，这个起心动念啊，不是我们现在能够感觉到的这个起心动念啊，是一念不绝啊，那一个起心动念啊，那个是无名的根本啊，那一念呐、啊，如果断掉了。 那就是从根本上断啊，像禅宗啊，就是从这个根本去断的啊，截断了、啊、你这个起心动念啊，也就是说，直接啊破这个无名了啊，无名就是妄想啊，那这个根本没有了，那枝枝叶叶自然也就没有了啊，分别执着自然也就没有了。 啊，分别执着是从这个起心动念无名发展出来的。啊，那是无名是根本啊，其这个分别执着啊，就是知末了。那么我们一般人呐、啊，啊，不是那个上上根人呐、啊，我们现在开始学啊，啊，先从断情执下手。 情执就是执着了啊，执着当中，这个情执是最严重的。我们一般讲啊，感情了、爱情了啊，那这個、这个这个执着了很重啊。这个佛在经上讲啊，爱不重不生娑婆，念不一不生极乐啊。那我们为什么到娑婆世界六道轮回里面来呢？这个爱太重了，情爱呀、啊。 感情啦、啊，爱意啦，啊，这个情值很重啦。啊,啊，所以造成六道生死轮回啊，这个情值是第一个因素了、啊，造成六道轮回了，啊,啊，所以断掉情值就叫值，啊，我们一般呐、啊，中下根气的就从这里先下手。 啊，就好像啊，我们要回归到自己本来的身体，穿了三件衣服啊，那么最外面这一件呢、啊，先脱掉啊，这就情执了啊，就执着了；再脱掉第二件呢、啊，分别啊，再脱到最里面啊，那一层内衣最细的妄想。 那我们自信本体就现前了啊！这个是我们一般啊，中下根器啊，要从这断情子先下手啊，所以情执断掉啊，就叫止了啊，不再感情用事了啊，就是理性的在做事了。 这就是三昧现前了，你得定了，啊，不再执着了，心定下来了，啊，不不会随着情执去妄动了，啊，不会随这个感情冲动了，你能够定得住了，啊、定他就生智慧，啊，因界生定，因定太慧。 那么有了智慧，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啊！能够帮助自己解决问题，也能帮助别人解决问题。啊！中国古圣先贤呐、啊，教我们呐、啊，学习从格物开始。格是格处，物是物意。啊，对无，无益财色名食睡。 啊，这是我们现前的五种欲望。你如何能把欲望放得下？啊，我们这个生命啊，依赖这五种欲望要怎样隔除？啊，我们不能完全不要啊，不要我们这个生命就不能维持啊。我们还是需要啊，但是格物啊，意思就是适可而止。 啊，够了就好了，不要过分了、啊，啊，不要过分去贪求，啊，所谓啊，知足常乐，适可而止了、啊，不要过度，啊，所以知止而后有定，这四书大学里面讲的，啊，一个人呐，啊，知道格除物欲，知道适可而止。 心里啊不再攀岩贪求，那这个心呐就会定下来。啊，知止就是格物。啊，不要过度啊，适可而止啊，这个就是格物了。啊，格除这个非分的物欲。 贪念，生活钱财能过得去就够了，不要再追求很多很多。啊，你越追求，你就越痛苦，你痛苦就来了。啊，中宏国师在三十七年给我们开始，诸苦尽从贪欲起啊，啊，这些苦从哪里来？从贪欲来的了。” 啊，贪求物质的享受，啊，贪得无厌，啊，人心不足蛇吞象，啊，有了，要在更多，啊，越多，啊，就想要越来越多，啊，这个贪心呐、啊，没有止境，这苦就来了，啊，所有的痛苦都从这个地方产生的。 啊，那么为什么佛教们不要贪求？啊，你命里没有，你怎么求也求不到啊？啊，看到人家赚很很多的钱，嗯，你也想跟他一样啊？他命里有，你命里没有，他求得到，你求不到啊？他过去生有修啊，你过去生没修啊？啊，你拼命。 用什么方法去追求得到的，还是你命里原来有的啊？过去曾修的啊，如果你命里没有，你怎么怎么求也求不到啊？没有修嘛，啊，没有种因，怎么能得果呢？你命中有一百年的葫芦，啊，如果你能够规规矩矩、老老实实去过日子。 啊，你过去修的就是这些啊，就这样啊。啊，那么你不要啊，过分啊去贪求，老实过日子，那你能活一百岁。啊，我们啊，华藏有一个老同修韩希有吉士，山东人，今年一百岁了。啊、那这个老同修啊。 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，就来听经念佛了啊，几十年了啊。那么人很实在啊，很老实啊，儿女啊也都不错啊。现在呢，每一天还到三重经中协会啊，一大早啊，六点就去开。 门了，啊，去上香了、啊，啊，那么他们好像住板桥的样子，啊，啊，每天坐公车，啊，一百岁啊，自己可以坐公车、啊，那么他是一个很标准的老实人，啊，规规矩矩的，老实念佛的人，啊，所以。 能规规矩矩、老老实实过日子啊，那么你命里啊有一百年的福禄，你能活到一百岁啊。如果你还能够节俭、省吃俭用啊，拿来布施啊，那肯定超过一百岁。啊，这个海贤牢上、心牢上啊，也做榜样给我们看。 如果追求欲望、享受欲望，你得到了啊，你过分去追求，那你原来能活一百岁，那可能啊，你过度的享用，提前啊把它把这个福报啊享光了啊，我们叫做损福了，那你的寿命啊可能只有五十岁就死了，就变成一半了。 啊，为什么呢？一百年的福报啊，五十年就享光了，啊，就享受完了。那享受完了，我们这个俗话讲啊，路尽人亡啊，你福禄没有了，人就死了。啊，《太上感应篇》讲啊，算尽则死啊，算就是一百天的寿命。啊，如果你提早啊，啊，我如果你提前啊，啊，享受。 想完了，那生命也就提前结束了，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啊，那还有人更早的，啊，有一些人啊，他少年就发达，啊，一百年的福报呢，他三十岁就想完了，啊，挥霍啊。 想光了啊，所以格物啊，并不是叫你完全舍掉啊，完全舍掉，那这个身体怎么维持呢？啊，也就是说粗茶淡饭，其乐融融啊，自己啊省吃俭用啊，如果有大福报啊啊，这个福报跟别人分享，有一些人呢、啊，他很缺乏，很需要。 啊，我们省一点呢、啊，去帮助这些人啊，这个就也是给自己修福啊，累积自己的福报啊，啊，自己啊。守住清淡朴实的生活啊，这个在古人表现给我们看了很多啊，你看孔子啊，温良恭俭让啊，这个学生啊，赞叹夫子。 这五种德行，温和啊是讲他的态度，善良是心地善良，表现在外面呢、啊、恭敬，敬人、敬业、敬事、敬物，啊对待人事物恭敬，他一定就很谨慎，啊所以他的事情啊可以做得很圆满，做得让人生欢喜心，节俭是美德。 节俭是真正在享福，不节俭是浪费、损福了，糟蹋自己的福报。平常养成节俭的习惯，生活就很容易过。越是节俭，身体越健康。让啊，不跟人家争，处处让。啊，这是孔子这五德啊：温良恭俭让。 那么，本师释迦牟尼佛啊，他让到底了啊！他是王子出身，他可以继承王位，他不要了，出家修行了啊！他本来是在人间呐、啊，可以享受啊荣华富贵啊，到这个高峰了，全部舍弃啊，让啊！我们开始修的时候啊，忍让得忍。 不忍就不能让，啊，所以要从忍开始啊，啊，由忍让啊提升到谦让、谦虚，达到最高的境界礼让，啊，这个都是属于知止，啊，知止而后有定啊，你心能够停止这些妄念，啊，不过度的去追求，啊，知足无常乐。 啊，这个心就定了。啊，在生活当中，衣食住行啊，精心去挑剔，这是烦恼。啊，烦恼啊，助长贪嗔痴三毒。你怎么会不生病？这个世间许多人得不治之病，痛苦不堪。病从哪里来啊？自作自受。要是相信佛的话。 息灭贪嗔痴，勤修戒定慧，那什么病也都没有了。啊，生活越简单越好。啊，那么佛法到今天呢、啊？啊，为什么衰呢？啊，就是讲经说法的人少了。啊，这个是的确啊，佛教。 啊，一个衰相啊，就是试验道场啊，不提倡啊讲经说法。那么道场不讲经特别是出家法师啊，不讲经。那一般啊，这些信众啊，他没有听经，没有闻法，他就不明理。 学佛的人不闻法，那么只是来试验啊，烧香拜拜啊，求消灾、求平安啊，求事业顺利啊，那么这个就变成迷信了啊，变成了一种宗教的一个信仰啊，所以一般社会大众啊，看到佛教。 还是认为一种宗教啊，一提到宗教啊，那就跟迷信了、啊、挂钩了啊，这、就是迷信的啊，没有科学根据了啊，那实际实际上啊，这个是很大的误会啊，很大的误会啊，那么这个误会啊，原因啊，也不是短时间呐啊,啊，大概有一两百年了、啊。 这个佛门寺院呐，不提倡讲经说法很少啊。大多数寺院呐，都是举办啊这些法会活动啊，这个这个形式上的啊，对这些精湛法会活动内容啊，没有人去讲解、去说明。 啊、那么信众啊，来的跟着拜，啊，也不晓得是什么道理，啊，那么这样啊，就被社会大众啊看作是迷信了，啊，所以不讲经说法，不听经闻法，那么信佛啊、皈依啊，都是迷信了，啊、因为不明理嘛，不明道理。 所以我们看本师释迦牟尼佛啊，他是我们佛教创始的教主了，啊,啊，这个佛教的创始人啊，是从他开始的。那么我们看他的传记，他一生成道之后啊，他做什么事情？啊，一生讲经说法。 天天讲经说法，一天还讲八个小时，讲多久呢？讲了四十九年了，啊，没有停止过，没有一天休息。啊，对一个人也讲，啊，对大众也讲，对一个人讲的，对几个人讲的，对很多大众讲的。 这些开示啊，开口讲话记录下来就是经典啊，都是帮助人的，没有戏论，没有杂心闲话。佛法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啊，啊那个时候啊，不是我们现在的人认为的宗教啊啊，在汉朝的时候传到中国啊，那个时候啊是国家去聘请的。 啊，国家派使节啊，啊，聘请啊西域啊、印度的高僧啊来中国啊传佛经、翻译经典、来教学啊，啊，所以当时是教育，所以隋唐以前，那么。 再严重啊，是宋朝以前呐，啊，宋以前的这个中国佛教啊，试验呐、啊。都是教学的场所，啊，特别在盛唐的时候啊，是佛教啊黄金时期了、啊，啊，很多外国的在家出家人啊，都到中国来留学来学习，啊，那么中国的法师啊，也到印度去取经去留学去学习。 啊，那个时候啊，都是国家啦，皇帝啊，以国家的资源啊，在扶持的，啊，翻译经典啦、啊，讲经说法啦、啊，盖寺验啦、啊，好像办学校一样，啊，都是国家办的，啊，所以呢，以前这个都是教学场所，都是办教育的，啊，无论在家出家呢，都是知识分子。 都在研究经教，啊，把经教里面的理论、方法变成自己的思想，啊，把经教里面的讲的这些规则啊，变成自己的生活了，啊，你得到受用，啊，这个讲经教学啊，一直传到这个清朝初年，啊，清朝初期呀、啊，还保持的。 那么到了嘉庆皇帝之后，慢慢就衰了，啊，也就是说，嘉庆皇帝之前啊，这个寺院的讲经说法，啊，还是保持这个教学教育的形态了，啊，那么到嘉庆皇帝之后，慢慢就变了，啊，衰了，啊，到我们现在呢，大多数的寺院啊，只有金灿佛寺。 啊，没有法师在讲经说法了，啊，大家只是拜拜了，求平安了，求消灾了，啊，对这个佛经的道理啊。都一无所知，这、啊、佛教就完了。啊，在家的居士大德啊，他们办莲社讲堂、念佛堂，啊，居士林，啊，那出家人就不做了。 啊，变成了、啊、在家居士发心在做。啊，现在很多这些，呃，道场啊，啊，都是居士啊发心的啊。世尊当年再次把弘法护法这个事情啊，护托给国王大臣，啊、国王大臣呢、啊，来护持佛陀教育，啊，能够啊，世代相传。 啊，国王大臣不护持，不去推动，不去提倡，啊，那这个佛教啊，它就变成自生自灭了、啊。这个清朝以后，这个到民国啊，这佛教就变成自生自灭了。啊，这个这个这个就遇到真正的危机了。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我们除了自己成就之外，如果有缘分，要尽心尽力护持正法。怎么护持呢？讲经的法师居士，我们如果有力量供养他，啊，让他衣食住行都不操心，专心研究经教。一个道场如果有三个法师居士，一个星期讲经六天。 每个法师讲两天，一天讲两个小时，你把人培养起来了，有个十年二十年，都变成大法师，啊，那个功德无量无边了、啊。啊，真的把佛教给救起来了，啊，我们正宗道场有很多都是利用星期天。 啊、呃，念佛啊，念一天啊，或者念两天啊，现在是周休二日啊，也有念两天，也有念一天的啊。大家来念佛啊，平常每天晚上讲经啊，这个也是好事情啊。在我们台北华藏啊啊，那、啊啊、白天有诵经啊，一到十斋日啊,啊，诵经念佛啊。啊，那么目前呢、啊？ 星期一到星期三啊，都有法师啊讲经啊。那除了这个之外啊，啊就是在网络上直播啊，直播啊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呢、啊、要复兴佛教啊，就是要注重啊讲经说法。 啊，要注重这个啊，不能啊，只有注重做法会，啊，做精忏佛事。当然，精忏佛事法会是有它的需要，啊，但是这个精忏呐，如果能够先请法师来讲解，再来做，那效果就更好了，啊，为因为来参加的居士啊，他明白这个道理，啊，他懂得怎么用心，用什么态度来做法会。 在生活上啊，啊，要怎么去断恶修善，啊，怎么破迷开悟，啊，那这个利益就不可思议了，啊，所以你道场啊，啊，有做法会，有共修打佛七啊，做经忏，啊，像我们做三十七列，啊，这些法会是行。 啊，这个属于行门啊。那么讲解啊，讲经说法是解门啊，这、就是信解啊。有了信解呢，那才有行证啊。解门是天天讲经，行门是天天念佛。啊、平常信徒家亲眷属过世，那我们道场啊，互带啊做这些超度佛事。 啊，就是大家集体做了啊，那就没有办法单独给一个一个人做一场佛事了啊,啊。现在我们道场大部分都是集体的啊，因为人数多了啊，那没有办法呢，单独为一个啊，那单独的大概是比较特殊一点，那才有可能。 啊，所以这些啊，我们都是一起啊，或者每天早晚呢、啊，诵经念佛给他回向啊。像我们台北华藏经宗协会啊，啊，我们每天下午固定都送无量寿经》啊，十斋日啊，上午送弥陀经》念佛三个小时，下午送地藏经》。 啊，那么这个诵经念佛跟他回向就可以了。啊，那有一些道场啊，他星期天一天念佛，啊，现在叫佛一呀、啊，啊，依照佛七的仪规，精进念佛一天，啊，也可以给这些往生牌位回向，啊，给延伸，啊，就长生入位啊，啊，这些阳上的这些同修家属祈福。 这样就可以了，啊，这个很如法，啊，有解有行真的能这么做，那你这个道场肯定会兴旺，啊，为什么呢？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永护，你是正法道场，啊，真正有花菩萨心的人来护持，啊，不是做不到的，啊，力量薄弱的，像印光大师。 教导我们啊，我们那个财力能力都不足，我们道场就小一点嘛，小道场二十个人啊，啊，但是二十个人呐、啊、也要讲经啊，不讲经不行，不讲大家不明理啊，不知道怎么修啊，也不知晓得在修什么，发现出来讲经的啊，有人护持啊，有个安定生活的环境。 那他才能专心呐、啊，来讲经弘法啊，才会有成就了啊！如果他一天到晚忙着生活啊，那也就没有时间呐、啊、来弘法了啊！所以，真正护法大德居士啊，是菩萨了，提供安定环境啊，让法师进修啊，让法师天天弘法啊！现在用电视网络。 啊，可以把讲经啊广泛的去传播，啊，但是现在现场听经的利益啊，跟看电视不一样，啊，相信有很多同修啊，会有这个感触，啊，现场听经，啊，这个还是很重要。 啊，但是毕竟能到现场来的，人数还是有限的啊。有的人来，有的人那来不了，特别在海外的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利用这些科学工具啊，啊，就同时直播啊，能来现场来现场，不能来现场的，我们通过直播啊，那么在网络上啊，跟大家交流。 这样啊，效果就很圆满，也很舒顺了。啊，那实在讲啊，能够来现场的尽量来现场啊，当然也感觉不一样。那不能来现场啊，专心听讲啊，那效果跟现场也是一样的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呢，都是要多利用啊这些科学工具啊，策划一个现代化的讲堂。 那么现场听众啊，如果人很多，三四百人啊，同时有电视、网络播出器，那么二十一世纪的道场应该是这样的啊。特别现在的人啊，他他手机啊，人手一机啊，啊，拿个手机就可以听清了啊,啊。你要看直播的、看首播的、看重播的，都很方便。 啊，所以有时间的啊，尽量啊到现场来参加啊，这个这个当然是更好啊。那事情繁忙的，或者住的比较远的，在家里收看电视，只观呐，佛教我们放下。 放下的是放下自私自利、明文利养、五欲六尘、贪嗔痴慢啊，这个东西要放下啊，要把它止住啊，停止。那么停止啊，要提起提起什么呢？提起护持正法、弘法利身，啊，宏护是一体啊。佛法能不能住在世间啊？不在法师。 法师啊，他是弘法啊，就像办学校一样啊，他是教员呐、啊，教师啊，主持佛法的是学校的校长啊，啊，他是负责人呐、啊，他的责任大了，啊，他办学校，他可以邀请好的老师来上课，他自己不必上课，啊，对老师、对学生，他都要扶持。 佛法能不能常住世间？他的功德第一大了啊！他能护持，就能常住世间啊，所以他功德就最大了。在家菩萨要是不学习佛法啊，光是烧香磕头做形式，这不是真正的护持。会讲经说法的人很多，训练三个月就能上台。 有机缘有能力，一定要护法啊！护法的功德啊，无与伦比啊！护法呢，比弘法啊，这个功德啊，更大了。因为弘法的没有人护法，那那弘不了啊！啊，当向即空，向尽心诚啊！这个人是菩萨啊，他不为自己。 无论做多大的事业，他心是清净的啊！他不是为名闻利养，没有贪嗔痴慢，他到这个世间来，真正护持正法啊，弘扬正法。我这一生做什么事情啊？就是提醒大家呢，相信正法。 啊，知道这个正法，什么是正法？佛法是正法，不是迷信。正法有注释的必要，正法注释对大家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啊，因为现在大家迷失了，看不到正法的真面目。啊，我做这个宣传工作。啊，你们见道场要培养年轻的法师居士，你帮助他就是帮助佛法。啊，佛法。 变法见虚空界，你就晓得你做的功德多大啊！虽然有大功德啊，心里啊不做大功德想，就是菩萨了啊！你救了多少人啊？每个法师讲经说法所度的众生功德都是属于你的。你办学校，你请他来啊？为什么请不到啊？啊，是你自己不懂佛法。 啊，如果你懂佛法，知道尊重佛法，你就会尊重法师啊，你会认识啊哪些是正知正见的法师啊，你会去邀请这些正知正见法师来弘法啊，在家居士也可以啊，无论出家在家是平等，没有差别，只要这个人真正依教奉行，依教宣讲，与大众分享自己修学的心得。 自行化他，这就是如法。所以佛说啊，心生则种种法生，生菩提心，八万四千法门就这样兴旺起来。心灭则种种法灭，啊，没有念头，没有发这个心，啊，心里只有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啊，都是为自己，这圣教那就灭了。好，这一段呢、啊，啊，这个。 入五指啊，那么这这有一大段啊，这样前面这一一,一小段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，下面呢啊,啊给我们讲所言入子，啊，什么叫入啊？这一节时间到了啊，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。祝大家福慧增长，法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